看出来，我真正挣扎真久。啊，但是真正看到咱台湾这个少年，才有理想，才有是是。其实我实在嘛是叫人感动。是是。想讲安尼啊，甲既然就是大家爱台湾爱改变啊，为着这个社会好，啊，总是咱嘛是来放手。对，足坚强的我。到尾，阮查某囝伊同我，我是阿妈，伊甲讲阿姨一个后生，伊舍不得放弃他。但是因太太已经嫁出去，阮太太就叫因后生阿妹做阿婆，阿婆讲阿爸办法子为阿婆，阿是最重要。很闪亮，迄规个迄个感觉拢，规个人拢完全。解放了释脱了这样他、对他很开心但是重了对重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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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承担这个责任，爱爱爸爸，最重要的，他就是使用习惯是什么？爱爸爸，他爱爱家己，他爱家己。对啦，嘿。做这都是神圣的，你就是其实每一个宗教，伊所讲的，你像阮嘛是拢讲主义啦，啊尊重性命。是是是。啊，这基督教，阮的认知就是讲讲博爱嘛，就是以咱的爱啊去爱世间人安尼。我讲阿妹，干阿拢爱家己啦。对，我在想啦，这是家人都做了较好。听讲两个女儿都是在，拢在做这方面的，拢在做服务别人。我另外一个查某囝，虽然是在台中遮，但是伊是即摆是专门教育基金会。哦。啊，较早是伫国际特色组织，哦 ，Freddy 因这位，啊，佮较早前是三木之家，伊咧教过家暴少女。伊一个人爱教过八个，后壁我一个叫伊妈扫，迄个三木之家，啊，迄拢被家暴的女孩子，啊，所以讲伊就爱辅导他们，啊，跟他们一起生活。爱情话头前之下，来副会长，记得啦。